看见我这个题目啊，有没有吓了一跳啊？如果我这个题目是世界有上好的人，你一定会觉得很可笑，或者是说我非常无知、幼稚。世界上有上好的人，那是大家都知道的。叫有上好的人，就可能会惊奇一点。常有人用这个借口不肯信耶稣。就是他说教会里面有坏人，有这个坏，有那个坏，所以我不要去教会那里了。除了信耶稣受洗必然得救以外，不信必被定罪这个题目以外，其实这是我最喜欢的题目，因为这是非常现实一件事情。他们说因为我这里要省字啊，大一点给你们看，说那个位置就可以省掉了。因为教会里有撒谎的人，所以我不去教会信耶稣。很多人现在很多人盛行在家里面几个人，他们用马太18:20那边两三个人在一起，只就在我们当中。用那一件圣经即使在家里搞就行了，所以他们不去教会，因为教会有撒谎的人。我可以说因为世界里有撒谎的人，所以我不要活在世界里面，对不对啊？那我字数都一样哦，你数数看啊，这里有19个字，这里有19个字，那他刚才那里也是19个字。因为教会里如果你有个位置在里面，就变成21个字了，因为加2个。因为教会里面有撒谎的人，所以人们因为所以，那叫全世界人都是常用因为所以。因为教会里面有撒谎的人，所以我不去教会了。因为世界有撒谎的人可能更多，所以我就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在世界上活的人呢，用这个借口啊，犯了一个罪，偏心的罪，不正义。5:17，所有不正义都是罪。所以用这个借口的人呢，请听我劝你们不要用，因为你用呢，你不能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因为这个世界到处都有撒谎的人，所以你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。希望你将来有一天可以去月球或者金星那边啊，这边就不可以活了，因为到处都有撒谎的人。没有人因为世界有撒谎的人，他就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们每天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明知道到处周围可能自己家里面也有撒谎的人。人都应该说，因为教会里面有正义的人，所以人人都要来信耶稣。那他们也可以说，全世界人可以说，今天你肯来，你可以说你在行为上面表现，因为我知道基督教里面有一些好人，我希望能够效仿他们，跟他们一起来解决这些灾难，解决这些罪恶的问题。因为基督教会里面主张行正义，所以我也要来教会里面一起来信耶稣。OK， 应该是这样才对。当然你很多人他喜欢那样，只是一种借口，那是不应该的借口，那是犯罪的借口。因为你偏心，到处都是，连你家里面也可能有。还有，这是非常精彩，撒旦出生在众神的众子之中。这里约伯记1章里面讲很清楚，我们的神天父跟他儿子们开会的地方，撒旦在那里。撒旦是撒谎的父亲，撒谎的源头，神跟他众子开会的地方有撒旦存在。如果神跟他众子开会的地方啊是天堂的话呢，那么天堂也有撒旦在那里。
OK， 所以呢，这个话呢，很多传道人不敢说的，但是这个圣经没记载。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，有一天神跟他众子在开会的时候，撒旦也来在其中，圣经记载的。但是呢，我会联想到马太二十五章四十一节，马太二十五章四十一节，神天父已经预备好了一个永火地狱，等着把它放在里面去，这是另外一个道理。OK， 另外一篇讲章，所以要讲解很清楚，没有矛盾。总而言之，在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，那里讲得很清楚，神跟他众子聚会的时候，撒旦也来在其中，而且撒旦还有机会亲自亲口跟神谈话，亲自在神面前跟神谈话。只是神告诉他，撒旦，神也留意到注意到他在那里，所以他说，撒旦你从哪里来？他说我到处游玩，逛来逛去而来。然后神就说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，他正直远离恶事。撒旦跟他团岂是没有原因吗？因为你坐在他旁边做一道墙不给我害他，你看见没有？撒旦到处干坏事。 OK， 你做一道墙不给我害他。然后总而言之，你自己去看，我今天只是讲这一点。神跟他众子开会的地方也有撒旦存在，而且撒旦还有机会跟神亲自谈话。总而言之，上帝恩待我，给我安排这个时间这个地方，我能够讲圣经的真理。教会里面有淫乱的人，没有结婚就生孩子的人，也有这种人，全世界都有，越来越多。 OK， 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借口呢，就越来越难活。所以我是帮你忙， OK， 帮你忙要有点信心。好像现在有很多人，我们这一区啊，你以为很多人偷东西，其实啊，你要有信心， OK， 要有信心。最好的是，如果你是骑自行车呢，你最好啊，每天少吃一餐，把那个一餐的钱放在那里，然后过了一个月，你可能就够钱买多一部旧的自行车或者是一个自行车，你就不要常常去担心这个自行车被人偷掉。还有你拿那一条铁链呢，你那一条铁链把你的自行车锁在那里，哎呀，我车库里面那个一剪，啪一下你就剪断了。信心，明白，这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自己需要有信心。OK， 如果我要拿你东西，非常容易，你要用多么大的，我还有一个机器，那个电灯柱啊，三四秒钟我就啪一下子可以把它倒下来，你怎么办呢？这个机器我有了，我告诉你，我可以拿给你看，记不记得？记不记得你弟叫来跟他要帮修理东西，那个厕所那个盖啊，看不那个盖啊，我们拆多少多久啊？半个小时，我那个机拿起来一下去两秒钟，啪一下子就出来了。 OK， 所以我们要有信心，有这个有那个。 OK， 教会里面有很多，现在特别是基督教会 OK， 明白我意思吗？基督教会很多，教会里还有撒旦扮成天使，那你怎么办？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。假使徒，假的行事诡诈的人还有好多，我点在那里了。人还能提出还有许多其他的恶人，好像赌钱的人、醉酒的人、吸烟的人、到处骂人的人。导师在这里呢，我闻到烟味我就说请你回家戒烟才来，
我听到人家在这里讲脏话的时候，如果你不禁止你，你还要讲脏话，你请你不要来了。这种话呢，我发现非常有效率。我一说，他们永远不来了，多厉害！明白意思吗？这话多有功效。我说，如果你不能停止讲脏话，你就不来了，他一辈子不来了。三十年前，有人站在门口那骂他自己的孩子，骂脏话。我说你不能停止的话，请你不要来。三十年没有看见他了。所以你看，要除掉罪恶多容易啊！一句话出来就够了，啊，不需要赶的，非常有功效，上帝恩典，感谢主。那到处都有的，你没有，如果你要这样，你没有办法活。我觉得我活得很好啊，感谢神恩典。我现在常常提，我在十三级楼梯里面，楼梯上面飞下来第七级，啪！然后到地下面那一层，我以为我完蛋了，原来我过了一分钟，全身没有痛过。我过了一个礼拜才敢告诉你们，因为有些啊，你骨头断到了，断了，你都没有感觉，所以我是活动一个礼拜才告诉你，记不记得啊？明白，上帝恩待我 ，OK， 你要有信心。神要，如果你的时间到了，你逃也逃不去的。你就刚刚走到那里，那个冷气机就掉下来，说的这么准的。这种时间可以上月球没有啊？这么准的，你没有办法，你必须要有信心。OK， 仰望我，所以我才能仰望挪亚的时代，只有他一个。上帝恩待我，挪亚的时代。全世界找到一个艺人，所以全世界灭亡了，挪亚他一家得救。要常常想这些，我就是立志要好像挪亚一样，全世界要下地，我也要像天堂，全世界要像魔鬼，我还是要在神旁边。 OK， 我可以说上帝啊，最好我还有我在你这里。OK， 我们每一个人应该有这样的志气，有这样的意向，有这样的思想。上帝啊，不要担心。我们常常要等上帝告诉我，你不要担心。上帝啊，你不要担心，最少还有我在你这边，这样才对嘛。神也啊，所以你来这里不能信耶稣啊，你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，不是我夸口。好像能够，好像我现在传道啊，你好很难看见。感谢主恩典，我是从小立志不赚钱，我立志要传耶稣的福音，要除掉魔鬼的工作。感谢主的恩典，神也没有宽容上古时代，叫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，保护了。传义道的挪亚一家把口，这是我最欣赏的。我还仰望罗德这一家，索多玛、俄摩拉两个城市都是坏蛋，也是在他的时代，这两个城市里面，这里还有一段故事非常精彩的。神告诉亚伯拉罕啊，你看你的侄儿挪得的地方，我要把它毁灭了。挪亚说，如果里面有50个好人，你一起把它灭亡吗？他说，如果我找到50个，我就不灭他。那45个呢？那40个也不灭了。那40个呢？4个也不灭了。他一直讲到10个，他说最后一次了，如果只找到10个呢？他说 OK， 如果找到10个，我也不灭那个城市。谁知道天使到那里找到1个，所以两个城市完蛋了。
上帝恩典，我一辈子最欣赏是这种人。OK，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，我才能说我做得到的东西，你们都可以做到。你可以看见我是个非常普通、正常普通的人，但是有一点，也要常常用正常的生活，只搭救了常为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。义人罗德，义人罗亚，他讲义人某人，义人某人，这是我们必须做的。你不能够说，因为魔鬼撒旦在那里，神的儿子还去那里开会，神的儿子们在神开会的地方，魔鬼撒旦在那里，他们还是去。有神在的地方，魔鬼在那里，你也不需要怕。感谢神恩典，我已经活了50多年在教会里面，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，看见他们不法不义，他的义心天天伤透。义心还有正义的人，在全世界都邪恶的时候，他正义保持他的正义。挪亚、挪的，这是我们最喜欢、最应该效法的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，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的下面，等候审判的日子，没有人逃得了的。OK， 如果他们继续犯罪，如果你小心观察、看新闻、思想、读一点心理学的书，你就知道有一种人，他犯罪起来，犯到有一个地步，他不能改了。全世界都是这样。在索多玛、俄摩拉，神只找到一个义人，就是罗德，他救了自己活到的家。我们也可以仰望一个穷寡妇，很多人在那里捐钱给圣殿，有些有钱的人捐好多钱，但是呢，这个寡妇捐2个小钱，耶稣称赞他了，因为他尽他的力量，把他养生的都奉献，非常有信心，得到耶稣的称赞。所以你也不要小看自己。我知道我们坐这里的人没有一个能够穷到好像这个穷寡妇，只有2个小钱。我倒是有一点相似。我在香港，人家也要逼迫我，因为我讲圣经的道，所以我辞掉，我不跟你们干了。那个时候我的银行户口2.4块，我有2个孩子，有1个老婆，我的户口2.4块，我太太可能那本记录，那叫什么传职是吧，可能还留在这里做纪念，我就辞职不干。 OK， 感谢上帝恩典，因为我要讲圣经的真理。他捐了2个小钱，得到耶稣的称赞，这穷寡妇所献的比其他人更多。还有这个带着2条小鱼，5块小饼，圣经里面我照抄出来的 small fish small bread， 小的饼小的钱，在他手里是小的饼是小的钱，在耶稣的手里能够喂饱5000人，就是有这个好处。要有信心，感谢神恩典。 OK， 圣经怎么说你怎么做，把小小的放在耶稣的手里，就能够叫5000人吃饱。第三个，世人必须确实的知道这些，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。所以今天不来的，真是如果他没有机会来到我的网站呢，那是他一辈子没希望了。这是现实，我讲的话好像觉得很夸口，不是，是现实。恶人会与我同在这个世界直到末了，撒谎的人会一起在这个世界直到世界末了，恶人会与我一同在教会里面直到末了。
只是我要常常小心，这些恶人在我们当中有一个作用，非常好的功用，叫我要小心行事为人，明白意思吗？叫我要决心保持健康，比他们活得更好。这些恶人要跟我们在一起，一直到世界末了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信心，必须想好怎么样跟他们一起活，最好是能够把活比他们活得好。我们传福音的道种，他们传野草，我差一点说野种，那不好听了，野草好听点，是不是啊 ？OK， 我们传耶稣的福音，他们传野草，我是照英文翻译的啊，你们会英文吗 ？Weeds， 野草，唉。我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咒人家说，这些有钱人，我们附近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地区，我们常常喜欢去那里玩，那里这么大的草地在那里种草，还要请工人剪草，还要浇水浇水，长得这个草多美丽。我就常说这些人犯罪作恶，有地方不来，哪来种菜，哪来种草。现在呢，我自己也种草，所以有时候就哎呀，我自己有地方也种草，这么大的地方拿来种草。种草的时候你才知道那个野草非常讨厌。OK， 野草常常会把那个好的草啊吃掉，所以常常还要那些碰那些野草，希望一碰见它死掉。OK。总而言之呢，是有这个麻烦。耶稣说要让他一起长生长，麻烦在这里。耶稣说的，要跟他们一起活。所以我只能够这样说，你要想办法，不要怕他们，他们是给我们一个警惕的机会。因为有撒谎的人警惕我，不要撒谎，不要跟他们一起一样。他们要跟我们一起在世界末了收割的时候，先把它收起来烧掉，把麦子收在仓库里面，圣经是这样记载。 OK， 要到世界末日神自己来收割，不是我们去把它扒出来。人都要小心，不可以成为这样的人，胆怯的，就是信耶稣不敢告诉人，胆怯是这个，我特别去查，因为他后面还有一个不幸，口真的、杀人的、淫乱的、行邪术的、拜偶像的、一切撒谎的，他们的粪在烧着硫磺火炉里第二次的死，这是神负责，一直要到世界末了才收割，才把他们分开。所以现在我们必须有信心，必须有智慧，而常常读圣经。不要接得太近，也不要跟他们一样。不愿意与撒谎的人同在教会里的人，更加应该来信耶稣了，这才对。如果你不喜欢任何地方看见撒谎的人，你就心烦，你就讨厌，这种人更加是要信耶稣。不然的话，将来在阴间，你永远跟他们在一起了，明白吗？知道吗？哎，年轻人听清楚吧，如果你现在讨厌撒谎的人，你更加立刻要信耶稣。如果你不信耶稣，将来离开这个世界，就不单止跟这些撒谎的人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，还有各种全世界所有恶人都在那里，这是圣经的真理。那你哇，那好咯，那我是第一步去就行咯。当然第一步去是最好的，你怎么能够不去呢？你要正义圣洁，你怎么能够正义圣洁？要完全一点罪恶都没有，你怎么搞呢？现在我知道我们这里李姐妹非常可爱，她现在很清楚我们能够在什么地方与天父完全一样，我们能够与天父完全圣洁、完全公义，还正义到圣洁到与天父一样，
就在基督的教会里面，靠着耶稣的宝血，靠着穿上耶稣，靠着躲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在父神里面，我们在耶稣里面，耶稣在父神里面，我们就在父神里面，我们在父神里面，我们就完全没有罪，是靠这个，不是我真的一点都没有犯错。我可以说我天天都犯一点错。OK， 五十多年来，我自己一直都说，好人有更多理由要信耶稣，这是我年轻就知道的。所以这篇道其实我讲了，我好久以前讲过了。所以我们就是要决心，我们要做好人，更加必须要信耶稣，免最少有一个理由，免得将来不单是撒谎的人在那里，所有罪人都在那里，那你怎么办？传福音信耶稣就是要将恶人变义人，我们感化他们，活给他们看，我不撒谎比你撒谎更好。现在当然有很多时候看起来好像他们撒谎比我们更好，是有这个情况，也有这种现实，但是你长久来说，讲圣经的真理来说，不撒谎比他们撒谎好很多。撒谎的人在教会里更方便向他们传福音，所以我不怕他们来，明白？我这样讲到撒谎的人呢、啊，很难活的，明白吗？我不能告诉你那个是谁，淫乱的人很奇怪，他好久才来一次，我发现最后那两次他一来，我就讲撒谎的人下淫乱的人要下地狱。恰恰好我不是特别预备的，我刚刚那个礼拜看见他，哎呀，今天我又要讲淫乱的人要下地狱，他说我就看见他今天来了，再过几个月我又讲了那个淫乱的人要下地狱，我就看，哎呀，又是他在那里了，也麻烦，他现在不来了。OK， 几年不来了，所以你不要怕，讲圣经的道理，读圣经的道理，你读天天读，撒谎人下地狱，撒谎人下地狱，听着，哎呀，惨了，人他自动跑掉。只要传的福音跟当日保罗所传的量，而且常常传的越多越好，把他们闷死，把他们闷到他们悔改，或者把他们闷到他跑掉了。你就走得远远的，那是最好。恶人不变异人也会烦死，自动离开，明白吗？哎，明白吗？你们守住自己的正义，传耶稣的福音，撒谎、淫乱、犯罪、作恶要下地狱。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，刚才我读给你听了哈，启示录21:8。启示录21:8，他们不啊，我们不能把他们罢除，因为耶稣说你不能够把他罢掉，但是呢，可以把他们烦死，明白吗？看见我想到这个方法，就自己行正义，向他们传福音，把他们烦到他们不变好，自动跑掉。所以这个野草啊，最好是你有办法，能够用办法把它打针，或者什么办法 ，OK， 搞它自己死，你不需要拔，因为你一拔，连旁边的好草也拔出来，是这个意思。但是如果你能够有想到个办法，它自己死掉，它自己枯干死掉了，会变成什么？哎，你们种草的、啊。野草死掉了会变成什么？肥田料，废了，明白没有？全天下明白没有？我不怕他们在我们当中，只怕我们不敢传圣经真理。你传圣经真理，野草会反死，它最好是死在我们的好草里面，把它变成什么？年轻人，肥田料，
道吗？上帝恩典，我们有圣经真理，什么都不怕。魔鬼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也不怕。OK， 特别是上帝恩待我，我经过好多的灾难，我会感觉到的。我一看他开声，我就差不多知道他是什么人了。感谢主的恩典，所以不要奇怪，我知道你前几天来过这里，我不知道啊。OK， 感谢神的恩典，我有凭感觉就知道了。现在你确实知道为什么我坚持传主耶稣的福音，结论了，神是爱，神也是诚实公义，犯罪的那魂他必死，人要在神面前交自己的账。所以你不要人家上网他要下地，你不信耶稣，因为他不信耶稣，连你跟他一起去了。个人都要问自己所行的受审判，人都应该说，因为基督教会有正义的人，所以都应该来这里信耶稣。愿主师父保守你，还有三分钟。